那柳州局长出轨女经理这个事情，今天最新的进展，2023年6月1日17点58分，是中共柳州柳南区委会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也可以理解为立案了。在这里面实证了这个局长是这张图片啊。就是大家传的那个东西啊，看来没问题啊，就都是真实的。然后女经理被海报新闻确认了，就是这张图片，女经理啊，就是她。那么今后呢，可能有一个金句被流传下来，叫"带勾勾”。干完了，你在上面的时候，我感觉你的东西带勾勾。插进去又再聊一次才回来，带勾勾会成为将来的一个金句，永远被留下来啊！这些个家伙们会对这个武则天造字一样，会留下这个为中国博大精深的这个文化留下浓重的一笔神奇的一笔带勾勾。